为张天青东厂事件负责，促转会主委黄煌雄请辞。促转会日前爆出前副主委张天青在内部会议自抵东厂引咎辞职，不料争议越演越烈。主委黄煌雄6号突然发出声明请辞，认为自己作为促转会主委责无旁贷，希望透过请辞让促转会浴火重生。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蔡总统几天前就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也了解尊重黄主委的决定，并感谢他这段期间的努力。行政院则回应，那的确是9/12的事件之后，那这个黄主委就有向院长表达辞，院长极力的慰人，希望他不要辞，因为院长非常感谢他在接了副转会主委之后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跟调查，那最后因为黄主委辞意变节，所以只好勉为同意。蓝绿立委也纷纷表达惋惜，主委这个时候也跟着离开的话，跟着负责去实话，那恐怕转型正义的工作会遇到相当大的挫败。黄雄主委他是有一个有理念的人嘛，那他也是真的有心在推动转型正义，其实应该继续留在这个位上来完成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时代力量则有不同意见，主委副主委其实在审查过程，时代力量党团本来就认为他不适任，好，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好，重振这个促转会的契机，那也希望行政院长能尽快提出人选。也有学者认为总统蔡英文并没有找对人选，问题是你找了一个国民党可以接受的人是自己的支持者，完全是反对的，甚至陈翠莲教授都会跳出来的表示小英呢并没有很认真去找一个真正两边都可以接受有公正性的这样的人。政治中心台北报道。